妮卡迷你是中最珍贵的皮肤，修辉礼盒皮肤，第一个就是焕熙，第二个启梦灵狐华阳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官方那档还隐藏了第三个星辉礼盒皮肤，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皮肤它是谁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星辉礼盒皮肤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星辉礼盒在迷你世界中它非常的珍贵，想要获得它就必须要让幸运值到达100，而幸运值到达100需要花费6800个迷你币，十分的昂贵。并且此时的兑换商店中，我们只可以看到两个星辉礼盒皮肤，一个就是焕熙，而另外一个就是华阳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每一个星辉礼盒皮肤都有自己的技能。哎呦我去，关注扣66直接带走，喜欢焕熙的小伙伴赶紧关注扣66呀。So good. 那么被隐藏的第三个星辉礼盒皮肤它是谁？我和学姐发现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其实就是主界面左下角的这个蓝发女孩。在商城中我们是根本看不到她任何信息的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最新上架中的皮肤根本就没有她。但是主界面左下角对于迷你世界官方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上一个版本左下角放的就是星辉礼盒焕熙，所以说其实蓝发女孩就是被官方大大隐藏的星辉礼盒皮肤，你们知道了吗？